我去，这脚是不是磨破了？哎，谁呀？谁弄破了吗？快进吧。他的脚是不是磨破了？哎，谁呀？谁嘛？这么暴露怎么穿啊？之前不跟你说过了吗？拍个夏日泳装，你要不好好配合的话，那雪浓酒的代言那可就……知道了。 诊断班李雪浓，这就是你的工作。喂，亲爱的。啊，我后面已经安排好了。嗯。 你的脚没什么，赶紧上客厅。嗯，是公司福利了，谢谢老板。 要不要跟我回去？哎呦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孩子只能打洞啊！你能给我幸福？怎么了，雪浓？ 想到了一些过去的事情，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，都可以和我讲。我以为乌龟的龟壳是可以摘掉的，但我没有想到，那具壳也是身体的一部分。 硬要撬开，乌龟就死了。卓总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但还是请你回去吧。